集在这里，中国驻美国纽约领事前强烈抗议中共当局残酷迫害中国政治意义人士、维权人士。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当局还在强行剥夺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还在限制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还在公然侵犯中国公民的人权，中国公民的尊严还在被强权肆意践踏。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尊重人权，尊重人权，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所有政治犯，反对暴政，反对暴政，建立公民社会，建立公民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08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在2009年的12月遭到北京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悲哀的中国司法，悲哀的中国人权，请大家和我一起高呼尊重宪法，尊重宪法，反对独裁专制，反对独裁专制，无罪释放刘晓波，无罪释放刘晓波。下面请中国民主党主席谢万军先生发表讲话。